后能不能接着冲走卡罗特。今天的两场暴龙，一场是青蛙爆卡罗，一场是青蛙爆豪兔嘛，另一场就是赛赛爆 list 哦。咱们接着看一下这两位的话一个比赛情况。真正厉害的是风精灵王，啊，直接把你火系搬了，然后不会进去再抢一手女王吗？不让你玩，走你的路，不让你走下去了。杨总这手真对啊，特别针对啊，先把你特别喜欢用的，对吧？哇，进来抢露露，过分了啊！现在的露露的优先级确实有点过于高了，过于高。不是我拿露露，还是一句话，你拿不拿火杀手？你不拿我，我又拿了，这还是你要玩的东西。咱们先看一下赛赛怎么拿。还是女王，女王加谁？这不会水前锋吗？这时候拿火杀也不好用啊，对方有这个露露啊，还真是水前锋。他喜欢拿这种体系。他拿水前锋，就一般是对面拿水熊帽的时候，他好像比较喜欢拿水前锋。对的。然后就露露同理嘛，反正是一个水肉。而且抵抗暴走率过于高。哎啊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。又赌上了风马加火瑞奇的这手，但这回还好露露没在他这边了。嗯，这样一来的话，那得会搬露露吗？先看一下卡罗特第四五手怎么拿，因为露露在场的情况下的话，赛赛还是很难打呀。啊，直接火杀手，火杀手比较稳固。那你感觉这边的话搬谁呢？搬赛赛的第五手，或者？哎，这可以搬第五手，那就只能搬第五手了吧？对，这可以搬第五手。水龙旗没毛病，逼一个逼班位嘛，逼一个班位。他不会不搬吧？还赌神赛赛？哎，他不会觉得暗奥加上又刮死吗？不是，加上风化师啊，还是搬了。好，开始赌了，赌上了，来了，赌上职业生涯的一生。那可以赌，你真赌起来的话，露露奶不露的。对。光暗越强，台子的越快，所以这个赛季是三系的赛季吗？三系的版本，先来一个啊！完了，那我哇，你看看这个火瑞奇，先让爷动两下，对吧？你看看这火瑞奇，开始了呢。这加个盾吧，对方海王可能会插你的，加个盾，要不然就平 A， 平 A 的话，对吧？保留一下也行。这一手插掉，插掉女王 CD 还行。瑞奇到瑞奇了，瑞奇的一个发挥非常关键啊。开二开大的话就还好，嗯，你就不太好，而且还技能 CD 还冲掉了。火瑞奇的话现在是没有技能的，能不能晕住？那这样你被晕住的情况下，再加上你火瑞奇没有技能，现在就是让你动的话，你的威胁非常非常小，非常小。补刀吧，补刀。嗯，带走这个，带走了。好，你现在瑞奇的话是没有技能的，哪怕你动，你只能平 A。然后对方的话还有露露的一个二技能还捏着的。我的风马开始了，风马看看能不能开始，能不能开始是吧？能不能暴走？暴走是有能带的。他如果连续能把这个风化师加上露露一回合清楚，那就可以打。我跟你讲，刚才打完中间休息的时候，我去那个群里边看了一下，老张今天不是选了很多组魔灵嘛，然后他有一句话，他说我用今天自己比赛的经验告诉大家，这一手组到最后就一无所有，炸翻了是吧？对，现在应该是没了，这一场是没了，对，这一场。然后还专门，大家还专门那个艾特了一下赛赛，你看看人家赛赛对吧？之前打猎啊，对啊，我也是赌过魔灵嘛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我怎么赢了？不过赌的话，确实就是有输有赢嘛，这个很正常，对对对，这个很正常。赌输了太正常了，赌赢了我就赚。对，赌赢了我血赚，这个才叫赌徒心理。对，赌赢我血赚。对，赌赢我血赚，赌输我不亏。对，赌输我不亏，赌赢我血赚。对，这才是赌徒心理。给爷动起来吧，火瑞奇。哎，打到现在的话，没有看到露露上预班位。反正我也不好赢。但是今天这目前为止的选拔赛，你别着急，这把没准就搬了。目前为止的选拔赛，露露真的是发挥特别亮眼，特别亮眼。这个没有。你不想打露露，你也不想选露露，你就把他搬了吗？火瑞奇开被动，不动如山。啊，不搬，
这还是搬两个先手型魔灵。那赛赛要不要抢露露？抢呀，不至于这么过分，你抢露露吧，不至于，我感觉应该不至于。那凭什么不抢啊？不至于，抢完露露就又可以当赌狗了。抢露露下一回，然后二手就又可以拿回石了。那卡罗特我可以就封那个风化呀，然后你后续再拿一些什么风精灵王。 对啊，你风化风精灵王是吧，我又火瑞奇了，对吧？我露露现在在我手里，我还有火杀，对吧？我一会儿再赌，你就玩嘛。你拿风系，我就拿火杀。你除非起手拿五个或者拿四个水系。好，来了来了，卡罗特选择了风系，风化加这个，那火杀可以拿呀，火杀赛赛可以拿火杀的。他可能对他要拿火系，他特别喜欢拿火系，拿火系和女王。他是在中手中期就拿火系，中期就拿。火杀怎么样？火杀可以的。赛赛可以考虑一下，但你拿两个同系的其实不太好。哦，这个倒也是。拿别的，你水前锋被搬了之后，按炸弹还是风暴吧？他好像玩的东西比较少。看一下赛赛怎么拿火杀。还是火杀。那这样卡罗特肯定不会再走风，考虑拿几个水吧。赛赛是选择把这个所有的符文去集中到了这些魔灵身上，应该是。光暗啊，卡罗特选择拿水系加光暗，没有毛病，拿的没有，没有毛病。对方这两个，一个火系走条，一个风马，堵上了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堵上了。反正露露在我这边嘛，对， 你没有这种大奶了，要么你掏个水萝莉。嗯，这样一来的话，那应该还是会搬水龙旗。掏个水萝莉好像不赖哈，把你风马一搬。我疑惑。哦，你也别动了。对，别动了。你别动了。那龙骑，你感觉龙骑跟那个，我本来想问龙骑跟这个火姨夫的班选优先率谁高？他选了风马，嗯，他选了风马就想搬这个光熊猫了，要不然这个风马就没用了。其实很难呀，很难。其实赛赛这场班选头挺大的，头挺大。当然，光熊猫的克制不是他这边就突出一个躲，他主要是四个人走条，四个人就走条。你火姨夫打我，我就抵抗。你打我火系我就反击，赌神高进了。然后每回合我火瑞奇都插队，然后风马无限动，这队伍能赢。杨总专制赌徒，你看这队伍就突出一个赌嘛，专制赌徒300年，这太容易死了，这个强赌不可取。那得看赌成什么样，就嗨了这把。你看看，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。看这暴走直接嗨大，就是直接打伤害。打伤害直接打呗，直接打伤害了，反正我也不要被动了。会赌一下不？哎，我本来在想他会不会就赌一下，然后去选择带走那个光心女。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在捧着手机喊抵抗。还好是先挂上了遗忘。遗忘给忘了，看那个火瑞奇能不能动一下。火瑞奇如果能动，就仙女有可能死了。刚刚两下好像暴击了一下吧？这仙女应该是死了，可以了。看看这个伤害。哎，这场赛赛感觉有了呀！别被我奶死了。你就开始了，你又开始了。瑞奇，这应该要挂瑞奇了，这应该要挂瑞奇。你不挂瑞奇的话，这瑞奇动起来很危险的。不挂风马吗？你挂风马，风马还没有输出。那瑞奇咋办？瑞奇动起来的话，你也不好说。看着瑞奇不动嘛，我先带走你。全都是赌狗，那你只能赌一个呀。你看，然后我只要盼着这个时候再暴走就完事了嘛。真的感觉赛赛这把有。对啊，你看就突出一个赌嘛，我暴走，然后反击，然后再动，然后再暴走。是的。好，这样的话可以恭喜赛赛了，可以恭喜赛赛。他不敢这样的。哎。哦，他没有，刚刚有遗忘，他变了。哎，等会儿他为什他有遗忘之后是不能变吗？因为我没有风马，我不知道这个魔力。他遗忘之后不重要啊，不重要，这个确实，这个不重要了。就赌吗？你看，那还是露露，还是抢了露露，不是你抢了露露之后可以玩一个，可以玩火瑞奇啊，逼一个班位对吧？不是你这么想啊，你玩火瑞奇，你是不是怕露露？怕你怕露露，你把露露拿了，那我就还是可以玩火瑞奇。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，不是输在暴走，而他的目标不是那个露露，而是我玩火瑞奇的时候你别拿露露，然后他又不想搬露露，因为他拿个露露确实有加成，有需要。
变身之后遗忘就没了。因为我刚刚也在想，他变身之后，对啊，遗忘是没了的呀。对，我不过影响，影响不大，应该是赢了，然后小挫展，影响不大。小峰，就冲着咱们今天国服的这几位选手这么拿，这个露露下个这个赛季完了之后不削，我觉得不是。你别说，你别说露露，这火石琴怎么办嘛？这设计师到时候说你们是瞧不起我是吧？啊，我觉得这么强，我觉得露露还好啊。你们都这么强了，一强对不对？赌神召唤，赌神召唤。你要么就拿个风云王嘛，你想想，你风云王风化师，然后什么打 CD 都不拿，然后你说我露露强，那我露露是强啊。好，咱们来看一下赛赛这边的话，后续会火系还拿吗？哦，火系已经被摁掉了，火系没有了。那后续那就女王呗，女王，然后下一手又火人心了是吗？还要赌吗？可以赌，其实可以赌。他都赌赢这么多把了，可以赌，搬掉露露对吧？搬掉露露。他选择最后一把的，他选择五手再考虑赌不赌。那卡罗特会抢火瑞奇不？要抢不？你感觉要抢吗？他没有吧？我看一下啊，没有，没见过他玩，没见过他玩过。对，没见过卡罗特玩火瑞奇，但是有肯定是有的。有肯定是有，但是你有、啊、抢了，来了、哎、来了拿了拿了，你别赌了，我跟你赌，露露这回在我这边，你别赌了，我赌可以吧？再加一个光人鱼、啊、可以拿，哎，光人鱼这时候稳，但是哎一会儿不是这火人鱼一会儿吃饭了，哎这火人鱼我感觉吃饭了，哎火人鱼吃饭，你没有一个高爆发输出，我这边四个大全都是大肉对吧？哎这我这边全是大肉，哎这火人鱼真的吃饭感觉还挺难受的，对。吃了班之后我这边是几个大肉，但是我没奶，那这个盾不，然后赛赛喊你帮我水龙节，我疯马赌，疯狂动是吗？对啊，但是疯马的话我赌一回合我打死你，我一回合打死你露露，我这场就跟你赌了，我就赌我的二技能不会遇到你的光刃鱼的被动对吧？对，我一回合打死你露露，我就每回合然后赌啊，不好说，咱们得看一下情况。好，直接开的没有毛病，留二技能去刷新三技能 CD， 控海王吧，控海王，没有控住很正常，很正常，在光刃鱼在场的情况，这种微命中的情况很正常。控制技能，擦掉火杀手技能啊，那就风马突出一个你要赌了。这场我感觉就要看，卡罗特的一个伤害跟赛赛这边这个盾，他们这一个对吧？双方互耗，各种盾都耗上了。风马有盾，然后鬼怕有盾。但是基本风马是不想掏盾，而且但是卡罗特这边他的奶量特别充足呀，你这边没有一个高爆发，露露加光人鱼，一旦你的那个风马没有疯狂暴走的情况下的话，你的伤害是不足以打死我卡罗特这边几个魔灵的，对不对？我也才叫赌啊，这是大伙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点，所以才叫赌吗？对，这是国际版，咱们是国际版。好，接下来继续看啊。这样一来的话，你的这个风马的话是不能变身了，已经是不能变身了，变身就炸死了。啊、嗯，而且的话你爆不下去了，你没有盾，你没这个时候很难受了。这只能开盾，只能来个盾。然后的话，哎，暴走了，把盾给消没了。好赖没死。嗯。但是下一个雷要来了呀，这场主人全都在卡罗特这边，你少掉风马之后对吧，少掉风马就已经基本打不了了，因为这伤害了，因为这面有火海王的情况下，这火杀手大概率是没有技能的，还又暴走了，你接着插你火杀手呗，你火杀手我就只要不让你有技能你就非常难受。好，没了。所以回过头来，咱们从这一场不能用，所以证明了不能用风马赌，还得是火人鞋，还得用火人鞋加露露赌。所以你还是抢露露吧，抢露露加火人鞋，然后对面再把露露搬了。没有露露，没有赌的资本。哎，搬了吧，搬了吧。你有，你想你有光人鱼玩的话，有光人鱼玩的话，没有大露露也还行。普瑞班我觉得可以搬个大露露。杨总说这把你别赌了，我来。对，对吧？我来。哇，搬了搬了。对啊，就是我这边有光人鱼玩，反正奶量我也不缺。杨总说咱们谁也别赌了这把啊，对吧？啊，你这回你再选风马火人鞋我就可以砍你了。那就
我看赛赛的话是火，他好像是火海王骑的哦，杀手，火杀手，他是特别喜欢用火杀手的。这是到目前为止啊，今天的比赛里边，露露第一次上班位，第一次。但是某些情况下会选火，就是会选水前锋一手，而具体的我不太清楚他什么时候拿。二绝还能算胎二？二绝算胎四吧，就很强，差不多是个胎四强度。非常强，露露的高峰时刻上班位了，我去。嗯，卡罗特也已经在预防你，最后两手又选瑞奇加那个风马呀，瑞奇风马来了，不来了，我不赌了，我摊牌，我不赌了，这把我不赌了。我赛斯这是今天第一次选暗忍，是的，他暗忍第一把就是。他打那个谁，他打栗子第一把他暗忍就被搬了，然后之后就没被搬也没选过。那这个光熊猫要摁掉吧，你看不然的话你要这么选就只能搬了吧。嗯，光熊猫应该会摁掉，不然自己这边的一个走条很尴尬呀。这个暗忍，我这个暗忍就赌暗忍了，赌暗忍暴走了，这暗忍你得靠自己，反正这暗忍基本没有帮他，没有人能帮他啊，对，帮他打保护位的就没法弄了。对，这安扎弹是绝望了，这安扎弹不是迅速的，这安扎弹是绝望了，高速绝望吗？对，特别高速。好，咱们来看一下，先搬，先关进去。绝望也是赌啊，那天不是晕了发吗？刚才是的。这个曲子好像风精灵王比火杀手快，哇，还晕俩。哦，这俩还全给晕掉了，打掉忍者技能吗？啊，没有选择打不选择，我直接灌伤害了，直接灌伤害，就反正你保护位不够。对，我再念下你忍者飞地，然后再刷。哇，这把暴走投了吧，投了吧，把暴走都已经预判到了吗？是吗？这已经是最优的开局了，卡罗特这边的最优开局了，天选之人了，已经是最优开局。这已经没了，这火系放出来的时候就感觉世界都变了。哎，放出来就封进去之前感觉风和日丽，出来之后世界已经没了。放出来之后崩盘了。不过赛赛这个赌的可以，他今天已经赌赢好多把了。对，这也是池子问题吧。收个暗踏波光暗组合。哎，我对，瞧瞧我 也是池子问题。看看好，这场的话就要恭喜一下卡罗特。应该是火系打不了这么多人呢。关键是对方这一手光熊猫都可以摁着你打，很难了。这下也已经，海王好像是有技能，海王直接砸下去。对的，是的。好，再接着再刷一手，然后大招刮下去，然后晕不晕的话已经无所谓了。恭喜卡罗特，对，恭喜卡罗特，恭喜卡罗特3-1战胜赛赛。不过赛赛今天的发挥已经很亮眼啊，他给咱们表演了好几场，就是。